天哪，我从来就是没有录影这么紧张过，就是因为我身为就是一个知名非常非常讨厌就是儿童的 YouTuber， 觉得发现这样不行的，因为我同行呢都在生小孩，那这样下去呢，捞不到就是妈妈的粉丝们，妈妈粉丝们，我今天开始要捞你们，我就真的非常非常讨厌小孩，我就是都不跟儿童来往。不行啊，这样会被骂啦。总比就是恋童癖好吧，因为我是厌童癖，我至少不会碰小孩哦，有没有觉得很有道理？对，大家不能攻击我，我怎么样都比恋童癖好。好了，那我今天要来欢迎就是我们史上就是最难控制的来宾。我要挑战带他出去一整天，一天24小时哎！好，挑战带他出去就是一小时，只要24小时啊，我会死掉。好，我们就要欢迎他，就是今天最难控制的来宾，不是阿姨，是姐姐，是姐姐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今天开拍之前，我跟他说要叫我漂亮姐姐，他就他又会给我冷笑两声。哎、欸，不要冷笑！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要带你出去玩哦。朵朵，他今天什么来宾？朵朵去哪玩？去你会很开心的地方，有很多玩具的地方。你喜欢玩具吗？我喜欢玩具的投币卡，可以在上面自己自动开的。哎、欸，什么？好，投币卡是不是？投币卡是不是？好，那我就带你找投币卡。怎样？投币卡可以放上去，它可以。有的地方自动入你讲话没有重点哎、欸，讲话好不重点。开始慌了，对，因为小孩的逻辑完全衔接不上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出发。今天呢，下雨天，所以只好呢，从就是公园，然后到了有冷气的地方，觉得蛮开心的。有啊，从头到尾都已经跟他讲话没帮帮我吧，这是帮帮龙哎，这叫帮帮龙哎。哦，我以为不是，我也看错了，我以为是我喜欢的那个我的英雄联盟，我的英雄学院看错了，这是你最喜欢的吗？帮帮龙。对啊。为什么叫帮帮龙呢？因为他们是恐龙，然后又是帮助人家的，所以才叫帮帮龙。哦，谢谢你的解释，我真的懂了。这一只是什么？这一只是什么？我不知道这一只，我只知道四只。四只哪四只？哪四只？这四只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就是你看都不记得，有点忘记了。所以我现在没有躺在上面。你今天想不想要买一个玩具？当然。当然好，那我告诉你要怎么样可以得到一个玩具，好不好？你只要通过了，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玩具。你在听我讲话？不是。多务实，来，我坐下来。王昆朵，你想不想买玩具？当然。当然，那你要通过漂亮姐姐考验，你就可以买一个玩具，好不好？好。你想要玩具吗？想。那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？吸尘器。你知道吸尘器？那你知道它是吸尘器是要做什么的吗？来扫地。来扫地。哎、欸，像算答对吗？算答对。那你有在帮忙妈妈洗手机吗？没关系，我等一下给你试试看。王昆朵，你可以挑一只小的帮帮龙。小的上面，小的上面。阿姨很穷，阿姨很穷啊。阿姨，漂亮姐姐很穷。这个吗？这个吗？嗯、你到底想要哪一个啦？你要大的也可以啦，这个。你要大的来讲。小的就可以了。你真是好小孩，天哪！
说我是谁？漂亮姐姐。哦，很好，马上买。欸、而且还双手举高哎、欸，我觉得走黄昏走，我们就结账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看他穿，我很想赶快去别的地方吗？你很开心吗？好开心，玩具开心，有多开心？超级开心。那你要再谢谢漂亮姐姐啊！谢谢漂亮姐姐，很好。漂亮姐姐，很好，这个背景很好。我觉得我今天第一个任务结束了，还活着，还活着。等一下还有下一个任务。我真的是，我也没在演戏，你知道吗？我是认真的觉得心。他讲话越来越没气了。心累，心爱我心很累，我懂了。心很累就是这样的意思，心累心累。嗯，下一个。好，就是进行了户外的那个照顾活动。现在第二关卡就是进行吃零食的照顾活动。点心时间，点心时间，点心时间到了。你会发现我都竞挑一些轻松的事情做。有，你的都很竞拍。对，很竞。刚刚那个应该是你的极限。刚刚是我极限，我人生极限就在那了。王昆朵左边是谁？是妹妹的。有，我看到她东西一直就是往我地上掉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我已经就是脚趾啊什么都在动，有没有？你要吃吗？你要吃吗？很难得看到你被儿童簇拥。对啊，还不是因为有零食，只是因为这样子而已啊。不要打出来啊！没关系，含义会轻。今天难得，难得不好劳动。如果是技师，他们劳动给他扒了。对啊，是成人我就扒了，是儿童不会扒。你会发现我带小孩还是很优雅的状态。你根本就没有在带啊！你哪有在带啊？不然要跟他们怎么互动？你不会开啊？我帮你开。是我力气不够。你力气不够。可是你刚刚还跟我说你要吸地，我还要去造瓶器。你可以吸地，但是你没办法开饼干。哦，好。开饼干力量很大，就是轻轻就可以了。哎呦，可是身为地板 OCD， 每次地上吃东西掉到地板上，都会大骂，所以你现在是？对，因为呢，就是他们是儿童，我就是不能骂。再加上今天呢，其实我是我的，可以看我的脚趾吗？你可以拍我的脚趾，我脚趾已经就是硬起来了，已经硬起来了。对，因为我地上有血血，或是沙发上有血血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焦虑。但是因为今天有干妈戴森。那我现在非常的轻松，王昆朵来。身为你第一次出道作品的，必须说你真的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演员。哎，我先给你那个，你要吸吸看吗？可以吗？他会吸地吗？好，他在家里。很轻。哇，你怎么拿得起来？你怎么拿起来？是不是很轻？总重量才多少？2.1公斤而已，连儿童都拿得动。真是代言人，真是代言人。我这一期通告费可能要给你搭伙，我觉得你真的很尽责。这个探头呢也是全新的，是什么探头？13个字，全新轻量软质碳纤维滚筒吸头，是不是很差？所以呢，简直是完全记不起来了。那这个13个字的吸头呢，它非常好转弯，所以家里面任何角落呢都可以非常轻松的吸干净。好，王昆朵，你去把你刚试饼干屑屑全部吸一吸。哎，真的很轻哎，真的很轻哎，儿童都拿得起来。今天第一个吸头，哎，我就是。是不是我现在是后母？是不是？我很像后母哎！王昆朵得好好吸哦。他第一个吸头呢，比前一代呢，就不管是重量跟体积呢，都轻了40%，所以他这一代呢，就是整个机身呢加那个吸头呢是2.1公斤，所以非常非常轻。就是如果就是妈妈带小孩很累的话呢，也是可以做很轻松的做家事。然后因为现在我本身是漂亮姐姐，这漂亮姐姐呢就请不是使唤，请儿童朵朵帮我吸地，然后哎。他居然拿得蛮轻松的，对啊，欸，你会觉得很重吗？不会，哇，真的没有飞，没有飞高，快点，快付钱，快点，要加钱的，你今天通告费要加钱，都要加钱，对。所以呢，如果这一代的啊，忘记讲品名了，品名是 Dyson V80 Plus， 你轻松吗？对，超轻松的，超轻松的。朵朵，那我们现在换另外一个吸头，那拆呢也非常的方便，我都没有教他自己会拆。天才儿童，天才儿童，我真的没有教他，完全没教他。哎，你会装吗？会吗？你装。我真的，我都完全没教他哦。很好，再给你加钱，再给你加钱。哎，你刚刚吃的饼干屑，你自己去吸一吸。干净。
也是蛮轻松的。对。那这个迷你电动涡轮吸头呢，因为它里面呢是一个就是这样打打打打打打，所以呢它的沙发呢跟没关系，我们旁边就是儿童，我们 natural 路线，我今天是来真的，对。所以呢你的布质沙发呢跟床垫上面的尘螨呢，可以借由这样拍打呢，再把尘螨给吸起来，很好，就这样。我们就是然后来真的，我们节目呢从不作假，我们是来真的。王朵好好的吸哦哈。吸好了，王总，你干得很好。我想把那吸一吸了，吸好。那我把，我把还有灯哦。对。那这个 LED 的细缝清洁吸头呢，最屌的地方就是前面居然有一个灯。有个 LED 灯，所以呢，家里面就比较暗的角落啊，或沙发底下的话呢，你再也就不用再拿手电筒去照了，你就可以直接靠这个吸头呢，就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。怎么办？讲到这边很怕，就是观众就是都留言骂我，因为我都怎么办？都不是我来做事，都是儿童。但我监工也很累，好吗？我监工也很累，我在监督他，我也很累。我最喜欢弟弟。很好，我家三层楼会给你吸。所谓他真的是很受控的一个童星哎，你真的很棒哎，你今天来玩开心吗？开心。开心哈，因为我开心，我才又想要帮忙做事情。哦，哎，有没有听懂？有没有听懂？开心才会帮忙做事情，有没有？就因为儿童跟男人是一样的，他们不在乎这种事情，他们在乎是后续的奖励。好，那这一台呢？没关系，你继续玩你的。漂亮姐姐要继续上盘的，漂亮姐姐的。那这台呢 ？Dyson 的啊，刚好上面有 V Plus Fluffy Plus 呢，到底适合谁？哎，名字背不起来。它适合呢，就家里面坪数就是比较小的。它整台呢小小的，它可以吸40分钟，而且它总共有6个吸头可以换，所以呢你要怎么吸，什么地方呢都可以吸。那我刚试了3个，还有3个。对，还有3个，你还要上班吗？我们下一集再找你 ，Dyson， 下一集再上去找他。我没办法，我拒绝，这样太久了，我们已经拍了一整天了。那适合呢，力气小的女生，也不只是女生呢，就有些男生如果力气没那么大的话，我觉得很适合。然后儿童都可以，对，儿童也可以，就是你就使唤儿童，因为儿童吸得动。然后在家里面有长辈的，完全就是 OK， 因为它非常非常轻，整个呢才2.1公斤而已。这样这个呢是2.1公斤，所以小孩吸起来非常非常的轻松。那再来这台价格呢，是 Dyson 系列里面呢非常非常平易近人的价格。所以呢，就是如果呢你想要入手Dyson， 然后以前觉得就是太遥远的话呢，这一台呢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入门款。所以这一台呢，我觉得重点就是呢可以让你就是打扫非常非常的轻松。多多，今天谢谢你来。有没有觉得漂亮姐姐人很好？很好，就是很好，就是非常就是非常非常难以受控，因为利益已经结束了就不回答话。哎，我们要跟金龙说再见哦，可以吗？要跟最后跟大家说再见，有3、2、1，大家拜拜。很好，就是。